天有20%的折扣，八折。买了很多东西。Habe ich einen Boden gefunden, ja.找不到人了，大家都在哪儿坐着呢？怎么上不去了？到甲板上了。这些老房子至少都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对面是电视塔，还有杜塞尔多夫的跨江大桥，啊，应该是跨河吧。哎，河对面怎么有那么多的羊啊？能看见吗？河对面有好多的羊。整个河滩都是羊，风好大。虽然说今天有12度，但是这个河风还是把人吹得蛮冷的。可以坐在里边，但是里边的那个玻璃是茶色的，所以就还觉得风景蛮漂亮的，还想坐在外边看，然后吹着这个。其实感觉还挺惬意的，就是有点凉。这就是莱茵河，不是很宽，没有我们国家的长江黄河那么宽。它现在上面每天都会有很多很多的货船在上面运货。然后河岸上的草地，游人也可以在这边晒晒太阳、散散步、遛遛狗什么的。太阳出来了。Auf der rechten Seite sehen Sie den Stadtteil Golzheim. Die Lage am Rhein.